炫！哇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对。不浪费时间抒情了吧，或者拉票吧，我拉拉工作吧。啊，万一我离开了，刚刚发了一首歌叫《光》，那如果想要用这首歌的一些单位或者项目，可以来联系我。那另外呢，我呢除了自己这个表演之外，也是可以做一个主持人的工作。怎么还抢我活呢？并且呢，我的台词也还行啊，戏也可以拍，而且不挑角色。感谢追光吧哥哥，如果我走了，期待下一份工作，谢谢。好，期待。我就喜欢这样实实在在的哥哥啊。来，维维。首先，刚才他说的都很对，除了主持人这个活不要找他啊。我还是非常专业，我还跟他搞笑。我也可以，我们的幽默的那个方式不一样，但是我也可以。我长得好笑。咱俩同框，大家有心里有数，谁长得好笑？好了，算了，这不重要了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，说实话，我也是把它当成最后一个舞台了。我觉得其实刚才这个舞台，如果与其说是 PK 秀，不如说是我们俩的蜕变秀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跟苏醒在舞台上的成长。所以说没关系，一切结果就随天。但是我的内心很满足，我很幸运，我觉得。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脸上那种幸福感看出来了。最开始有几次可能眼神还有那种紧张感，现在完全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哇哦！好，苏醒哥哥一号，刘维哥哥二号，投票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一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。投票通道关闭。